让贴吧。里长挨家挨户敲门发送新年度愿力，但屋主刚好不在，怎么办？有民众PO出这张照片，真的会被笑死，因为里长把年历穿过门把。屋主留言说，送的月历这样插在门口，害他被关在家里。里长简直棒到不行，把年历塞进大门的门把里面，就像是上了门栓一样，想要从外面打开，恐怕真的要花点时间。真的打不开吗？真的打不开，真的完全就是卡住了。我觉得很荒谬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拿月历做实验，插进门把，大门立刻卡死。你男生呢？哎呀，还是打不开呀、啊！我真的会气死啊！为什么？哎呀，啊，你要出去结果又出不去啊！你要不要怎么办啊？啊，无人接，我就讲给你来接啊，在信箱就好啊。其他里长说，最好是当面交给居民，不然就塞门缝或信箱才是正常发放。当事人PO网一小时后，就在电影院打卡，说里长你是没办法阻止我看电影的，看电影压压惊，甚至 PTT 还出现上班迟到的原因，表示一早开会迟到是因为年历卡住门，但这不是当事人，图片已经被盗用。里长发月历当然是热心，但不管是谁，因为这么荒谬的原因被反锁，大概都会气到不行。记者文章台的报道。